大家好，我是魏德胜，在这边跟大家推荐石鼓集乐团这一次的表演《岛屿传说》。今年2020年刚好也是石鼓集乐团20周年的纪念啊，想说跟大家推荐他们最新的作品《岛屿传说》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看过一些他们的排练的片段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它不但融合了不是只有鼓，还有其他的音乐、舞蹈、特技，甚至它的服装造型都非常的亮，非常的新鲜啊！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这一场石鼓集乐团2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，刚好也是2020年台南艺术节的开幕演出活动，10月31号、11月1号，请各位一起光临。